这不是见他了吗？完了剩这个，他陆续的再涨。这买都没有买的。啊，这小土猫，我操！这干啥的？来那玩意儿吧。来一个鸡蛋酱。放啥？这蛋酱菜。嗯。要咸鸭蛋吗？吃吗？啊！哎呀，吃个小开胃啊！吃饭之前来个小开胃，能多吃一碗饭。这个是我爸买的小鱼儿，哇，真好！还来了吧？够了，这个就降咸了。这个降咸，一般人吃不惯这个。今天咋这么点玩？老爷，这玩意儿小。酱油。好嘞。啥味鸡蛋？这个。对。咱来呗。上。上车里啊。对。他俩的这个酱颜色差一点。啊，哇，对，哎呀，还有生抽，这咋？这俩大厨是？这些影响啊？这多大厨啊？这得是？打副手的，这。来，哎，我猛，快，我爸整的袋儿还得算算。你这话说的，啊？我这个不能浪费呀、啊！你这就没有人家会过是吧？那对，哎，我这是啥？老是过日方式都不行了，淘汰的。你这一辈子，你不管啥时候，你勤俭是那啥的。对。哎呀，啥是厨具真好啊！啊，厨具是那天涮火锅我留的，没洗的，没洗的，都是芯儿，还有生的。烧点小大葱，这大葱再装个盘吧。这高是不嘛？放那里。哎呀，这家嘎嘎的。这家是一大盘。这女孩。一人画一个。哎，一人画一个。嗯。中鸡蛋。那你看那俩人吃一个呀、啊？这玩意吃了不能分走。有一个袋的不一样。啊，有一袋是爸在市场买的。这仨是我吃的。啊，那你那仨大的，我说瞅着不一样，你画的小的吧。小的是你用的。给那大画一个照照呗，这小大憨一瞅就不行，一看就是啥，那就四个得了。啊，这个发黄，你们看这个发黑。嗯嗯，咱们市场有卖的。有啊，不是一个品种的鱼。对，这正常冷的话，它上面就一层冰碴子嘛。对，完一磕，它里边就缓透了。那过凉水缓的，那就是缓到那程度。啊。不能是缓着这个上面。我感觉，我爸家的这回，这小毛葱都给你薅下。这啥？这好玩意都拿出来了，好货。今天你别看我们这个不咋地儿，但是都是好货，我家最好货了，这都是。那啥不咋地儿？都是你爸的辛勤的劳动。咕嘟咕嘟咕嘟。哎，我爸搁上点色儿，刚才，还有小虾呢。那是小葱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嗯，都说你这装盘的技术是真好。嗯，不行，差老远了。这煮的时间长，看。哎呀呀！透红透红的哈。哎，这粘度上来了。这哪拿的都得。这一碗。这消得了吗？这老爷子铁饭碗，你不得安排上？打一下子，回头传给这孙子。嗯，这真能传。大碴子蘸酱菜，这是厨师长给留多长时间的？还必须得吃。开饭，开吧。我这边不是正好，这样很小啊。你这满是蘸酱的，你说越小的哈，就是挤有点费点劲。哎呀哈，那是。看看。嗯，烫嘴。我也嫌烫。这大葱，这葱有味儿。嗯，烫的。这点臭菜啊，嗯，正好搁焖边儿。这臭的有味儿。
你不喝点儿吧？不喝。喝口也行。不喝不。挺好看儿。好看儿。不喝不。因为这菜吃啊吃。你爸看的你看的好喝。你那天就是一顿儿。一般情况下不喝。那。过来也不用找人不喝。除非有人来人了。对来人没办法。晚上没人来人。没有，就点那啥啊，干豆腐，干豆腐卷小菜。嗯，那吃棒碴饭就不是那个味道。吃棒碴饭不能卷干豆腐，卷干豆腐棒碴不吃了。吃棒碴煮烂，掉葱汁，这辣啊，挺有味儿啊。这个臭的，你就是吃别的菜少搞两个叶，它也有味儿。嗯。一般的，你就香的和臭的在一起吃，你就是香又臭，对，又香又臭，你就吃不出来是香是臭了。臭的一会儿能压过香的一会儿，香，还比香的味儿大。这是格路的菜，你看臭菜，香椿，嗯嗯。还有你们那个茴香，嗯，就这几样菜啊，就是味道比较浓的香菜，香菜还行呢，香菜就是挺普遍的，就是这个香椿和这个臭的这个味儿，嗯，我感觉我都愿意吃香椿的话，那味儿也好。香椿我愿意，香椿打卤吧，嗯，面条卤吧。哎呀妈，那得多些香椿。嗯，那用不着，好吃。啊，蘸酱吃。这玩意它就是有那种特殊的味道。你等上别的生菜了、白菜了，这都没有啥味道的玩意儿。蚊子臭吃的香。你跟爸你俩吃饭能吃一起去？香椿就给树上刚掰下来。要爸愿意跟着你。给人掰的。那给人掰那种，我那天打工，我们这小区里好多好多树。对，出门就掰，掰点回来就是，焯点蘸酱是好吃的。嗯。姜葱芽子。炖点小姜鱼了。嗯，完了那个吃点沙子菜了，嗯，你看小胖多自己，搁那个毛葱舍不得吃，吃这小葱，这人家说是给他大哥的，人就搁那嘎等着给你吃呗。那不是那就咱就吃这得了。我等下一茬吧。下一茬啥？这一茬你就造呗。胖姐忙拿那小葱吃，能吃多少？这毛葱没长好。毛葱不行，嗯，这没栽好，要栽好的话，不是没栽好，除了它不爱长。妈，你说话要行，三思而后说啊！你说，说哪句厨师长不高兴了，到时候不给你栽了。不是高兴不高兴，你往种好位置。你看人你妈在家时候种的毛葱就老好了，黑针的一大堆，但到这干还不干了。种的好的人不动，你不会种的人呢？紧着种他们它也不长好了，你这玩意你这边的土不行。哎呀妈，还是照咱们黑龙江的那个黑土。得加那高台，不能冲台上阳光足。嗯，阳光足晒着皮。咱老家那块的窗。这个高这没有窗。甭管老响嘛。嗯，老不动。那边吃这样块差了。我不咋吃。给鸭舌的好像就不咋吃。嗯，偶尔吃点。那时候我给鸭舌我就吃。嗯。我要吃，这到啥时候呢？过了年一开春，市场上开始就是卖那小水萝卜摊，一兜一兜的。我记得爸一买，我们轮兜卖，几块钱一兜，两块钱，两块钱兜，两块钱，样买样买样。今天早上剪个大豆腐，完了整点鸡蛋酱，整点干酱菜，趴点大米水饭。嗯，今天嘛早上剪块豆腐就好了啊。标配。嗯，对，一点。对呀，俺忘了。没习惯整的。嗯，一到开春了，到五一前后了，小荷不丁那俩刚出来那俩通红的，嗯，那买吃了过瘾了。今年我们就没少挖。嗯，你们还有用的心呢。我给家那阵我就挖，我家那就中学树上里就够挖的，那家长得早。对。你这中学一个中学借多大劲？
中学。你看今年中学，哎呀，这种青菜了，挺好。这中学一下改苞米了，完了，今年这玩意儿。那年种大葱。那香料吧，他可得不着相，他粘豆腐你。你到那时候给我来点大葱，他不那么说。嗯。把不花钱的大葱给我拿下来。嗯，把你家不花钱的大葱给我拿来。我说你说你这玩意儿，你要你说来大葱你就说来大葱的，还非得说不花钱的。林子，啊，上面那层给我。妈，上面那层干的。哎，对，就要那个，哎，对，就要上面层，就要这一层。哎，对对对。我爸吃着跟人家吃的不一样。我这吃饭呢。这些够吗？行。哎，这行，我来半碗了。妈，你不来了？我看吃完再说。这是半碗的。那我也来半碗。一勺，给添一勺吗？少来一点点。捞点里头的。嗯。好。对，这才端走。这小鱼打鱼。有那年毕业那年我还记得，两个人上河套打柴火去，我钓水漏那大河里这么长的大鲶鱼也好，那顶抓抓不住。嗯，完了我跟那二叔，跟那二叔我俩去了，拿个灯笼，给那拿抄螺，拿粪机子，嗯，给那鱼上来以后，给下嘎嘎一插，往上头给捞一捞，这么长鲶鱼，一斤多沉。嗯，我把洗衣粉，大河里的，大河顶上来的。那水库跑进去吧？对呀、啊，水库呢？完，你奶回来了，往那整一宿，快宿大半宿。你奶说跟哪儿整？明天我去。我奶也愿意整呢。他可愿意整了。那年见抓鱼，小都光着腮子捞柴，我说那你捞。那是几岁的天？抓完鱼了，哎呀，我那是那天那你跟哪整的？下场哪也去？我那是白天吧。领那个女的打柴火，我就看着柴火，他那咋没有道具，都是手电的。嗯，我顺着杆走，我看那杆就打了吧，我就发现鱼了。发现鱼了，你抓不着，你一下去一抓，就跑河里去了。对，上面掉水漏了，它奔那水去。跑下海就给你爷那个坟前面那嘎子有个沟，就那条沟。嗯，还有那沟，那掉水漏还有，这些年了。我记得我爸今天早上一大早上去，晚上去接他们一宿鱼，要早上去取去，一宿取取一盆，一宿取。我一宿都不睡觉，我河憋着不得。那就是河套那年，下雨天回不去了，我给那鱼高锅盖烙，一回整一桶。你还记这儿呢？那时候记得清楚，有记得。嗯嗯，我那时候也就六七岁了吧。你那敢大了？你那俩有。小胖四岁那年，差不多。小胖四岁，搁核桃那年，九岁了。你搁核桃的时候，你四岁，有电吗？没有电。没有电。发电。啥发电呢？啥呢？就是点的灯，燃油灯，蜡，点蜡好像。后边一个小草房，后边是养鱼池。嗯。那你们搁那干啥了？养牛了吗？上河套养牛去，种稻子，啊，创业。你要去了，他不知道干啥，他是小呢，他就不记了。不记了。他不记了。我压根就记了。涨大水，那家是眼瞅上房子了，后边人家水撤了。你这积了。撤以后呢，那水一撤了，有水它就有鱼呀、啊。不谁养鱼池冒样了，给大河里漂了，这么往大里头抓四个。嗯，那你的稻地不也灌饱了吗？稻地嘛，稻地行了，水下就完事儿。这玩意儿还费工呢。哦，你这个不小。我还整鲫鱼呢，我就那时候开饭店一整整一盆，我就做那个、嗯、做后边就鲫鱼。嗯。那你还几个鱼呢？毛总鲫鱼。那我也鲫鱼啊。那咱俩没法鲫鱼啊。那买的多，我一买。那你鲫完了，完了让我鲫。那天天整的，那说天天整，一大盆一大盆的。那一挤都，一瞅一瞅都，一点奔头都没有。那一盆的话，一天都挤不完。那谁都挤，
那谁那个你二姨家木燕没去给那嘎达给挤鱼，嗯，搁那嘎达还给那嘎给端盘子呢，不咋。去了都挤，人家都帮着挤，猴子他们完事儿，我是一碗一碗完事儿，你们慢慢吃，大哥。嗯，我这也是。我大哥跟我爸13号上午出发，完了之后他们回趟哈尔滨。嗯嗯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因为他们在屯子乡下住，完了之后我一个女士到那儿不太方便。是是不是？对。男的你到时候在谁家找宿啊啥的好住，是不是？嗯嗯，你爸溜达溜达，上哈尔滨吃点烧肉饭。是炖点小姜圆。嗯，像北美大世界有。啊，有时间咱俩上北美大世界再溜达一圈。那个买帽子，本来我说在网上买，我大哥说那玩意儿不保暖，说到那嘎达你去买那种对，是不是？嗯。再一个，你现在邮的话，说不上，万一他快递不到，嗯，你13号就出发了，到那块就买了。行，嗯，完买一个核桃，你们俩一人。行，那边有的是卖的。哎呀，啥都有啊！你这给爸买一个那个大雪地棉，不大了，暖乎的，嗯，穿。嗯，几车厢？这人也不少啊！看手机，看好座啊，爸呀！身份证啥的都拿着。那你们走吧，我就走了，大哥。走吧，老伴啊，检票走吧。啊，慢点开回去啊。嗯呐。开车那啥呀？慢点的，你搁那边走。嗯呐，没事，我不走高速，我走那个小道。小道走，慢点开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拜拜。啊，走吧。啊，注意点啊。滨海一北站这儿，我开车开了得有40多分钟，这边可远了，在汉沽这边了。哎，我妈没来，我妈在家收拾收拾。今天是13号，他们晚上就到了。我爸到大连待两天，完了之后就过两天回来。感谢这两天的大家的捧场啊！哎，明儿见，拜拜。这两天就我跟我妈在家吃饭了。